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尾鱼 Tuna。 那现在要玩的是 2K16MG， 就是 My GM。 现在是要调的，就是要用随那个模那个梦幻模式，就是随机九球员什么队，这跟以往的球队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对啊，就要被选啊！哎，换我了。哇 ，Michael Jordan。哇，仙人掌啊，没有，我是说100分，嗯。哇、哦、哇塞 ，Shaquille O'Neal 拉邦卷三没被选，哇，一开始选太强了会不会很奇怪？不行，我故意一下，我们。不要投诉。傻 Q 你啊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想破背让过你。嗯，我想想看，哦，Jordan是什么？哦，我快转吧，快转，好了。大家看到了没？全 NBA 最强的男人就是这位，他都可以随便把一个队用的最烂的队。如果你们不懂，要去看一下 NBA 你就懂。外星人。88/87，而且又是14号，听说。那个作者要换身体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不选，我就没资格当台湾人。开始玩笑，台湾之光选。配合一定是无敌，不管我就要选他，他
可以为我们赚到很多钱，不对，为了带来很多税。哎，什么？OK。哦，遇到老板。你好，我是 Crackwall 公路队的新老板，欢迎加入球队。听起来不错，这个球季球队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其实我没讲话。这支球队这一季必须要打入季后赛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一定办到啊！一直以来计划都是如此。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我的目标是大胜一场。这就是我欣赏的态度。我很期待看这支球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。我坚信一个战无不胜的组织里，气氛是最为关键。别做一些会惹恼你球员的事情。平均士气要超过60。开着玩笑，一定办到了。我完全同意。我工作中极大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球员保持愉悦，所以让球队全队的士气突破天际。我愿意上，哇，好酷！我愿意上刀圣，下油锅，下油锅吧。开个玩笑，我们有买 G 耶，哇，林书豪哎，士气一定大爆炸了。你的那个回答令我很满意。哦，老外也听得懂，上刀山下油锅啊。夺冠的最佳方法就是组建三巨头，我想要三巨头。是老板，那你没有看我们的名单吧？什么三巨头，就五巨头了好不好？什么可能办到，什么难以办到，已经办到了好不好？当然会办到，我完全认同，同时又确信我能做到。很好，我等不及要看到你为我们带来了谁。是老板有病还带谁？我有 Shaqoni， 我有 John， 我有 Griffin， 已经上巨头了，我还有 Draymond Green 这些人。哎，我不愿意你对球员说话不算话，那太没有职业道德了。当然会算话啦。例如说，麦蒂可能不会上场这种东西。我就搬到了。是的，我希望是真的。《征服情海》中的 Crash 爸爸也说过同样的话。这一直在侮辱我，还是影射我？这老板怪怪的。现在我想谈谈我的愿望清单里的项目。例行赛结束时，公路队必须登上分组冠军。开个玩笑，当然可以啊！分组冠军也是我的目标，很高兴我们有共识。很高兴听到这消息，告诉我事情是真假的如何？还没开始。你以后每一年还有机会重设预算，现在请看一下今年的预算。哇，球员的薪资爆表啦！你们看到工作人员薪资爆表 ，Jason Key 是我们的教练 ，Jason Key 有这么贵吗？哦，球场营运这么少，天哪！我们不用赚钱吗？不能调、啊，不能调，给我看这干嘛？神经病！好了，就这样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了，一切看来井然有序。谢谢，希望我们的合作关系会是长久和成功的，并且还会让我获得更多经济利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赚钱嘛。Celebration, my heroes on the moon, and this is how we